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小乡镇长大。我呢也是蛮顽皮的呢，捉迷藏呢，甚至爬树我也是很厉害的。开始呢毕业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说要做什么，人家说就当那个家庭教师，在教孩子的过程中呢蛮开心的，就认定说可以走这条路。差不多是21岁，我想飞到更远去，所以希望我拿到的师训，结果我真的是拿到了。那个时候2009年台湾人文之旅有看到一个墙板嘛，写着用父母心教育学生，用菩萨心对待孩子，我有一点震撼。回来之后我们开始规划我们要怎么走人文教育。翁瑞燕老师呢，他比我早接触慈济，他就问我有近思语教师寻根之理，那心里就是自己呢有一个打算，就说退休过后呢我也来能够多一点时间去做慈济，就把这个志业呢当作自己的主业来看待。在学校的时候，我如果把近视眼带进去，真的是看到那个孩子的改变。我这13年愿意付出的人生，其实是一个美丽的人生。接下来的退休的这个阶段，还是要去继续走下去。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总而言之，踏踏实实的做，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去做，才不会辜负了我们得这个人生啊。所以。在此记录上呢，从不言退。在哪家？你在吃啥米？我来我去啊。我们的这个老菩萨啊，他会指定的，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咖喱面在哪里的？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焦瓦面，焦瓦面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是福建面在哪里，不可以随便买。等一下吃了这个之后，午餐他会跟你说午餐我要吃什么。阿个小伙伴，爱不爱吃米？爱不爱吃米？爱不爱吃小伙伴？爱吃了。但吃不肥哦。我有一个年龄呢，94岁的爸爸了，和一个妹妹，我们三个住在一起了。妈妈在2017年往生了，我是施素云，那么今年呢67岁了，是一个退休老师。数一数呢，我退休到现在呢，我很快已经有7年了。这个是好像是凤阳花鼓这样吹鼓的。退休过后没有这样早起来，那么可能起床之后呢，做一些运动，那么做一些家务，那么旁边呢有一个小花园或者小菜园呐，可以去那边拔拔草啦，那么些等等。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在秋一届呢，其实呢算算起来呢，应该是有30多年了，30多年。那么在这个期间呢，都是有在教华文呐。因为本身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华文，我们在老师这个角色呢，尤其是要让孩子呢喜欢上华文呢，这个使命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教的当儿呢，也是希望说，好像我们在培训老师们那个课程的时候呢，也真的很真诚的希望说，老师们呢能够说知道自己的角色。那么也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有多么重要，那么希望把这个影响力呢能够推到孩子的身上。这个中国就叫轮的那个张轮的噻，这边这个呢，这个我们的教室了。真是转为老师，还记得哪一年吗？当了林教5年，那么教育师训那边3年，所以一共在张轮里8年。所以在1989年，正式成为老师。1989年呢，就被派到这个吉娃学校。吉娃学校呢，直到我退休，直到2016年，在那边20多年的。我一向来都没有停的教华文到现在。我们
们在那个作文里面，我们说可以用到这个。如果说，哎，同学们，这个是近似语，这个是谚语，这个是成语吗？好像我们说，还有一句每次老师讲的，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对吗？每次我们做的时候，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什么强项的，对不对？周瑜。他知道曹操的军中呢有谁啊？是啊，是在教我们读书时，也会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比如他教你什么话？他教你什么？比如他教我们，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在别人有困难时，会帮助别人。这个退休过后呢，其实我都还有在教补习啦，也蛮喜欢教育这个领域嘛。我教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我认为呢，品德教育是非常重要啦。你考90分，他也考90分，都一样的同等。但是你自己的人文的那种体现在你自己的身上哦，所以近视语和这个教育方面呢，能够融入这个教育。孝顺的孩子是不让父母什么比较担心，担心的是操心，而且呢，不时说。给他的作文更加的深色，因为如果他能够落实在生活上呢，是更好咯。退休过后呢，时间呢就没有说这样的，好像早上上班还是什么等等，但是呢，觉得会比退休前呢更忙。都有时候说，哎，今天要补习呢，难免说，哎呀，补习的时间有一点，好像心里啊有一点说，哎呦，很忙哦。但是一准备起来那个时候，课业的时候，一准备那个补习的事情的时候，哇，就很投入，就很开心。看到小孩子们来的时候，更加开心。哇，今天你第一名啊！过去工作的时候，我是很少运动的，我是不爱运动的一个人。退休了，也到了一个年龄，还是觉得说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了，还是要坚持。重要就是有去动，然后有去做，然后冒汗，然后身体有动起来。晚上呢，睡眠会比较好，然后就会睡一觉到天亮哈。所以我觉得运动真的是非常重要了哈，那自己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哈。这也不认识我自己做了，应该有30年。像人常都说了哈，我们要就是要顾好自己的健康，路才能走得长远嘛哈。我们要做，要来走这个菩萨道，更何况，我也是刚刚退休啊，路还很远啊。我觉得，如果要走到上人这个年龄，还有整30年呐、啊，还有30年可以做，所以是很重要啦、啊。顾好健康，路要走这么远。整十多是8年吧，我是一个人要承担一个家庭哈，就我一个人要顾两个孩子啊，除了做妈妈，要做爸爸，然后我要工作，里里外外孩子的事情啊，种种啊，家务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我一个人要承担。56岁的时候，我放慢我的脚步，算是有成喽，今天。我是黄丽根，我今年58岁，那已经退休了2年。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
这个屋子要重新的一个规划，因为以前从来这么忙碌的生活就没有好好的在院子坐过，在屋外在院子那边可以坐在外面吃早餐看报纸傍晚我可以在那边用晚餐。最难忘就是第一所学校，我觉得因为这个学校这样子哦，我们就住在他的楼上，哎，这个办公室我的周围后面这边就有房间了，就有三个房间，我们就住在这边罢了。所以当时是从房间走出来就是改书啊聊天啊在那边的啊。在一个新村里面小小的学校，那个学校才70多个学生，生活就很简单，所以我们就跟孩子打成一片。为什么我喜欢去当老师，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走进去之后看到孩子的时候自然就会喜欢了，所以教育这条路就这样从这样开始转去这个企划 K 校2-3年的时间，以前我都在小型学校。2008年到2013年在这里教，整个学校最有印象的、最难忘的就是这个人文广场，因为人文广场是当时就是在这边周会，每一个星期日学生在这边周会，然后我在这边讲近思语咯，就是在这个台上讲近思语，然后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忘的地方了，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了啊。今天我们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学到这样的一句近思语。不要轻视简单不起眼的事，复杂困难的事是许多简单的总和。同学们明白吗？意思是说，这些小小事情就是成就以后做大事。黄老师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改变我的人，因为我小时候我非常的顽皮，他会教我做什么是对的，做什么是不对的，然后我感觉我有被关心，我感觉我真的有被看到。因为老师教的是中文和数学，所以我很喜欢上，每一次考试都拿 A。 而在之前我是一个全科不及格的学生，我能像今天这样脚踏实地的做人，我真的很谢谢黄老师。教育这条路是一个希望工程，尤其在这个人心杂乱的这个社会的时候，新的一代都非常需要教育。那个教育当然不是知识性的教育，它需要的是更多的人文的善的种子啊，像近思语，我们怎样去带进去企划 K 校那个地方那个学校，我耕耘了10多年的那个近思语教学，那我就这样离开。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种子已经种下去了，那块福田已经是深耕了，老师们会继续，学校会继续，有其他人传承了，那真的是好事。那我呢，我想说的是，那个时候我想做的是把这个福田大到更多学校去，去到更多学校去来推动这个近思语教学。最近呢会比较说忙，因为儿童剧场是在11月10号要公演。先请师姐，我们先来准备。那么我们就是为了啥，让孩子们更加有信心呢？好像可能一个星期一次两次，可能是不大足够。那么我们就加长的练习咯，所以我们会跟家长说，你的孩子的角色呢是这样的，那么他要演的要比较逼真，怎样呢？要时常给他去练习。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黑校
那么翁瑞燕老师呢，他比我早接触瓷器了，他就问我说有任何 planning 吗？年威，我说还没有 planning， 现在要去一个教师寻根之旅，我能够放在教学那边，很不错，好啊好啊，要啊要要去。那么觉得说这个近思语上每一句呢都是很生活化的，那么接触到很多近思语呢，最让我震撼的呢就是一句近思语，就是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去做，才不会辜负了我们得这个人生啊，真的不容易啊。2000年呢，我们要成立儿童精进班，那么我也毅然地答应说，哎，可以，我可以当那个师资，在参与呢瓷器的活动中，那么我的视野是慢慢地开了，那心里就是自己呢有一个打算，就说退休过后呢，就把这个置业呢，好、哦，当做自己的主业来看待。还有那吗？起步点灯。在楼下，等一下我们排队哈。他个人啊，就像水那么样的温和和温柔啊。所以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是负责课程嘛，他是校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一起联络，互相配合。然后因为他这样子，我觉得，我跟他共事起来非常的舒服。他已经退休年龄了，他还可以做到这样。他给我们一股好像是，一股力量，是我们可以做楷模的，知道吧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的主要的呢是说一个村落，那么这个村落里边呢，为什么呢？这个疫情呢会来侵袭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听话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让孩子呢体会到呢人与人之间相处呢，因为来自不同的学校。2022年到2023两年的啦，被这个推荐为亚老师打的负责人，这个岗位呢，其实呢，并不是这么简单呐，哦。因为要负责去关怀呢人文真善美的啦，那么还有近视人文的，当然教育这个 area 呢，哎呦，真的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呢？比之前在教老啊在当老师的时候还更忙碌，有时候差不多几乎呢一个星期里边呢会议是满的，有时候一天呢是两个会议，那么虽然忙的是，可是呢自己的心呢还是感觉到是很有那种喜悦满满的啦，这样60多岁的是还能够在这方面的付出啊，毕竟是感恩被需要嘛，所以觉得是真的由衷的很感恩，说也给我的那个退休过后的那种生活啊，真的是增添了不少的那种啊色彩。这个就是我的瓷器的宝啊，要说法宝啊，一直要谨记的佛心师字啊。这个佛心师字是我们受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挂在胸前的，要像佛的心这么宽广啊，然后这么清澈啊，这么透彻啊，哦，所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还是时时要谨记啊佛心师字啊。那个时候2009年，校方董家教想要重新规划整个学校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就希望有带进人文教育，所以呢就把我们老师带到台湾人文之旅。那一次我在慈济小学有看到一个墙板吧，写着用父母心教育学生，用菩萨心对待孩子，我有一点震撼，真的是很赞，觉得说上人很慈悲，心胸很宽，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思考很多，我要不要踏进慈济去学习更多，但是有点怕，因为我的孩子还很小，然后那时候心里想孩子是我的小爱嘛，我一直捉着这个小爱不放，我就看不到大爱，所以呢我就决定了就去参加培训了。今天将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一首《未央》。
他早期都是教比较差的班，那么他也带入了，在上课的时候啊，用各种方法带入近思语。那他有发觉到说，这些近思语对学生呢，虽然说不是很神奇啦，马上就见效了，但是那种潜移默化的那种的影响力是有的。所以这些近思语呢，就让他很投入，也很相信说这些近思语可以改变学生，改变学生的行为思维。我看到他走入此际，一路这样子都是很踏实的走。有些人会就直接用英语，我就觉得我自己比较擅长华语，我就用华语准备，然后有一位志工帮我翻译成英语，然后我们再呈就再交上去，然后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审核，之后能够完整整个十月的教案啊，一整年的教案啊，然后希望能够准备备齐365天的教案啊。我要在家里负责做这个佛国的近思语教学的教案。所以我们只肯在家做了那边的志工，我们有啊，还是有我们这边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志工过去，我们准备好的教案交给他们，他们来带动本土的老师。所以呢，这个就是因缘，我觉得是我的愿力。包括上人跟我说要爱天下的孩子，我觉得他要我爱到佛国的孩子去，当然也包括我们这里的孩子去到更多的学校，包括那个近思语的是我的愿力，我想推到各学校去。我没想到我竟然一下子可以去到佛国。我的人生成长呢，应该是在说退休之后的了，因为退休之后呢，我才有更多的时间来投入慈济这个，慈济这个大家庭里边，也能够去做，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把50岁存起来，算一算十多岁的小伙子嘛，还是有冲力的，所以在慈济路上呢，从不言退的啦。虽然从这个教育岗位退下来，我自己是没有在这个教育路上退休的，因为教育这一条路就是我在慈济的一个本分，上人的那个大愿一直影响着我，只想做一个好上人的好弟子，从这个教育这个点上去推，去净化人心，去祥和社会，希望能够多走入校园，踏踏实实的，没有退心，会走到最后一刻。